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我有这个机会专程从台北赶下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时间过了很快，三十多年，我们整个国内的产业的结构、经济的体制也都改变了，但是加工出口区它的贡献并没有因为我们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而降低了它的影响力，所以我在加工区能够有到今天这样，随着我们经济的这个升级而来转型，我非常的很有兴趣的去不断去观察，而且我也很高兴的就看到我们的业者跟政府一起努力把加工区带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一些的发展都是跟着我们整个经济现在升级的那个脚步同步在成长，这就是加工区勇气经营的一个最好的策略。所以我在这里要对各位业者代表我表示敬意，今天晚会我圆满成功，谢谢。